野生动物园里怪事多。咦，野生动物园里怎么没有动物啊？谁把这么漂亮的扇子放在草丛里了？啊，原来这是一只美丽的孔雀。河里的那块大石头怎么还会动呢？好险啊！原来那是一只可怕的鳄鱼。这个大树枝怎么晃来晃去呀？啊，原来那是一只调皮的小猴子。谁把绳子放在这里了？快走，那是一条花花绿绿的蛇。啊，野生动物园真有趣。